看我的妆容是不是很好看？不，你们怕痘痘黑眼圈跑出来了。给你看看我卸完全脸的样子。够了，素颜真的不能看。我习惯性上粉底再遮瑕，我就是用这一款去你的遮瑕泥，它有三个颜色。首先，我会用橘色的遮掉我的黑眼圈，再上白皙色提亮，很轻松就遮掉了。痘痘的部分呢，我就会用自然色把它盖起来。这款遮瑕泥就算再叠补在粉底上，也不会有那种卡卡厚重的感觉。来，我再帮你们科普。第一，白皙色呢，就是咱们的提亮神器，可以提亮我们的泪沟、法令纹、鼻梁这些地方。第二，自然色，百搭色号，可以盖掉我们的痘痘瑕疵。第三，橘色，黑眼圈天敌，直接改掉我们乌青的黑眼圈。只要轻松的跟着这些色号搭配，就能像我一样有完美无瑕疵的妆容了。